我爱台湾。首先呢，我要感谢在座每一位伙伴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美商结识这个平台，因为有美商结识这个平台，才给了我们这个舞台。这一次来台湾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来台湾，这个心情很特别，因为台湾这个宝岛呢，在我心里面是个很重要，因为台湾是我们美商结识刚开始是头几个国家第一个国家先跑出来的，所以呢，在这里呢，因为有你们台湾，才有我，所以谢谢大家。台湾人的福气，因为什么呢？我们带了四十几位全球的精英来到台湾这个宝岛里面。我也很感谢，就是 international 国外的领导呢，因为他们是用自己的钱来参与这个行动。其实这一次来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大姐也听过我，因为几个月前我写了一本书，出了一本书，然后那个钱也捐出来。因其实这不是我做的。这是在座每一位是你们的贡献，因为是全球的领导们去 embrace 拥抱这本书，因为有你们的爱心跟爱心跟热情是吧？热情，我们才有这个成功。所以呢，我也在座，因为有你们也成就我的梦，所以谢谢大家 ，Thank you so much。大家也看过那个片段，四年多前，就是在我另外一个房子那个厨房里面，你刚刚看的最后那个片段，就是我那个房子里面，我们做了一个决定。那时候 Samson 还有几位朋友在我身边，我们去梦，我们梦想就是说，帮我身边的朋友做美金百万富翁，而且呢，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也可以帮助世界上。有梦的人，要想创业的人，也带给他们成功。那真的是没有想到，短短四年，那个梦可以变成这样子。其实，在人生这个过程里面，往往的有一次机会可以给人家翻身，有一次找到一次对的平台可以改变一生。对我来说，当一个人当。有贵人来敲门的时候，我们要真的是 open our mind， 打开脑子， open 我们的心，去 embrace 一个东西。For me， 短短几年之内，我看到我身边的伙伴们，他们的生活改变。大家也听过这么多的成功的见证，平台跟系统已经验证了， it's proven， 都是在面前。现在是看大家， you know， I believe， 我相信哦。当你可以，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就会看得到。很多时候说我看不到，因为你还没有相信。那我要想问问在座大家，如果今天有一个平台，有一个平台让我们可以发挥，让我们可以发挥是发挥是 they say right， 让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 potential， 我们的能力。You know， 我如果我说有一个平台可以让大家不单只可以拿到健康，不单只可以拿到财富。In the process， 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可以改变，帮助身边的朋友改善他们的生活，给他们创造财富。你说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平台。是。Would you do it？ 如果说真的是有这个，不管是怎么样，如果是这个事是真的，要不要给这个机会？要。你知道吗？我三十几年前，我父母来了四个女儿，我爸爸那是五十几岁，带着四个女儿，那时候我们一个女儿都不会讲英文，带着四个女儿。去了美国，他们身上只是有$2000。我看到我父母辛辛苦苦，因为语言的问题，我妈妈在这个一个中国餐馆里面做包点心，我爸爸在一个美国的公司里面做打包包装啊。看到爸爸妈妈几十年在美国，因为要养活四个女儿，打工几十年，没有一天，不管身体好不好，没有一天是请假的。那请问在座，我们都有事做过人家的女儿和儿子，是不是？都有父母，是不是？你看到父母这么辛苦的工作，我们要不要回归我们的父母？啊、所以我告诉我自己，我一个梦，我永远不要穷，我要好好的，因为父母给他们这么好的机会去到美国，我要好好的
回报啊，回报怎么讲？回报，回报我的父母，这是我是个听啊，听懂啊？听啊，讲国语了哈，sorry， 时差了，你知道吗？我跟大家讲一个秘密哦，我四天前离开台北，飞了去美国，四天回家洗了十件衣服，然后呢坐飞机又今天来到了台北。其实我跟大家 no difference， 我们都是人，普通人，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可是我有一个很普通的梦。I want to be successful， 我要成功，我要在成功的过程里面可以帮助很多的人。Because 有这个平台，我可以做得到。我相信在座每一位都可以做得到。The question is， 你有没有这个梦可以去做 ？I mean， look， 我相信在座每一位朋友，你们都是一位闪闪亮亮的钻石。是要把你要不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磨练，给你一个机会去有一个平台，让你可以去 polish， 让你去磨练，把那个钻石给闪闪出来。那我问在座大家，如果今天可以让给大家真正的可以翻身啊，翻身是不是？是。翻身就是国语啊，还是广东话？国语。差不多了，广东还是翻身啊、哦。那如果有一个平台有机会可以翻身，我是个很普通的女人。But 如果我可以做得到，一个家庭主妇可以做得到，我相信在座每一位都可以做得到。大家要认真对不对？当你相信你可以做得到 ，When you believe you can do it， 你就可以做得到。你知道吗？四年多前在我们家里。什么叫成长因子？当时候我们没有这么漂亮的工具，没有这个系统，没有成功的密码。密码是我们摸索的创出来的，而且在试验里面已经验证了。四年多前，我们有五个人，我说我们要打一个全球的平台，他们说啊，非常好听，我们相信你。接下来去了多少个国家？我说就在洛杉矶。你看，时光 fast forward， 四年多以后去了80几个国家。如果你跟着我跑了一段路，走过那些国家，看到身边人生活改变，我相信在座每一位朋友都永远会能够用另外一个眼光，另外一个角度来平衡这个平台。因为这个是的确是一个从来没有的平台。对我来说，有很多朋友说，他说 Kim， 你是一个医生太太，为什么不好好待在家里享受这个你有蛮舒服的生活？你有家里一个小宝宝，有个医生的老公，为什么呀？要去这样全球这样飞？我觉得这是可能一个使命感吧。我认为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给了我很多，不单止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要创作财富，要做累进百万富翁。可是，当一个人达到财富的时候，我认为我们的 higher calling 就更高的生命的意义就会出现了。那所以呢，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来台湾这个感恩之旅。For me， 过去我创业赚到钱，我当我回归社会的时候，我会带着我老公跟我儿子，带着去不同的地方，去的看的学校，看的是孤儿。那我觉得那个旅程很 meaningful， 很有意义。因为带着小孩子，我要给我儿子知道世界上不同的环境，你知道吗？那我在这回想这个过程里面呢，因为有大家这么付出，因为你们的爱心、你们的热心，有这本书的成功，所以呢，我说如果我可以把这个感受、这个人生的体验，可以带给我们领导们，也可以他们感受到什么叫真正的爱，有什么是一个真什么。The meaning 是回归社会，我说这一个是很棒的感觉。所以呢，当我们发布这个消息出去的时候，我们有超过50位的朋友，来过8个不同的国家，他们说他们自费自己买飞机票，自己有生意的把生意关起来，就过来台湾，这个感恩之旅。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宝贵的经验？所以我们给他。
I'm sure because 有各位 because of you there's me 这不是一个人的工作 no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collectively 合作一起我们创作了这个舞台有杰斯这个平台给了我们这个舞台所以呢我感恩在座每一位 I believe 我相信在座每一位都是每一个都是一个很漂亮 beautiful beautiful diamond 一漂亮亮的钻石问题是说你第一你相不相信第二你愿不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创作人生你自己要的故事 I believe 这个世界上在等着听你的故事当一个对 的机会来的时候你抓住一次好好的干一次翻身 OK 全部翻身对不对其实这个是一个感恩之之旅，这是我台湾真的是给了我也很多、哦。这是我第一次，我的二十年哦，我创业是第一次穿 polo 恤来讲课，也是蛮轻松的啊。那这一次对我很wholesome heart 怎么讲？很深刻的一个这个旅程。这一次在台湾，我们第一站在台北，我们去了安老院子啊，老人院子安老院子啊，你知道吗？我看到那些beautiful 很漂亮那些老人啊 you know I feel that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在这个人生这个路程上 if we can do a little bit 我们是做一个很小小的动作我们去看了老人 you know it could be 跟他们tap the shoulder 跟他们看他们眼神 you knowYou can feel, you can feel the love, 你可以感觉 the love. I don't know, 我真的是，那是英文要讲好，要讲英文出来了，要讲翻译了。But, 你知道这个感觉哦， you know how humble, 你知道 humble? 谦卑。这是一个很谦卑的事情。当你有成功，在人生路上有一点点成功，你可以回归社会。你知道这是个多，这是，你知道福报是谁吗？自己 When you have the ability 当你有 lineage to give 去贡献的话这是个最大的福报是我自己 So I absolutely love Taiwan 我上个礼拜 来台湾、啊、看了一个电影你们在 我相信、哦、在座的台湾人你们爱不爱台湾爱你爱台湾就要看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叫 I see Taiwan I see 啊，对，我看见台湾的，我讲英文啊。I see Taiwan. It's a beautiful movie. 你知道 movie 里面呢有一句话，就是这句话呢给我很大的震撼。这句话就是说，他就是从飞机上在 film 这个整个台湾啊。他说台湾是这么美丽，如果你没有台湾，没有看到台湾这个美这么美丽，是因为你没有爬到那么高。其实这也是人生如果你还没有看到这个平台这么美丽可能你还没有到那个位置从那个眼光来看这个平台 This 这个 indeed 是个 beautiful 很漂亮的平台我希望大家可以借这个平台做你的舞台让这个舞台可以让你们美梦成真让梦想飞翔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我们的 Kimmy 给我们的勉励给我们的分享